猫仔哥1911950，他是一纯血的库尔斯，爸爸是2018年盖雷全国冠军的亲兄弟，妈妈是闪电100号亲爱的等极优秀血统，两只手配成的100%的库尔斯的血统。肌肉非常的 Q， 骨架非常的硬，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种哥。翅膀特写。